遥想当年，耶稣为了世人的罪，在哥哥他身上被钉十字架，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刑罚。若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用途，就晓得无罪的主耶稣被当成罪犯看待，被人羞辱讥笑，承受了我们的痛苦与羞愧。但大能的神却用世人看为愚拙的，成就了他的救赎大功。耶稣基督的牺牲所换来的是你我生命的自由，这使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，生命都有了得救的确据和记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
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这肉体的生命是短暂而有限的，但神所预备这上好的福分却可以让我们领受直到永生。因此我们不能轻看神的拯救，我们必须照着圣经的原则而生活，因为圣经本是神所默示，更是神本体的彰显和延伸。凡是爱主的人都应当遵他的话语而活。当我们选择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，生命就有了盼望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持守神圣言的托付，在世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Oh.
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马太福音22:37-40。Yeah.